哥的香干炒肉丝。老板，这一个多少钱？15，15块，永远就是老价格，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。哎，不好吃还免费。人称过油哥，做啥菜都必须给过个油。现在油温是128.35度，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啊。现在在高温48度的天气下，然后炒着这个菜不容易啊。现在一天得炒多少个菜啊？没查过是吧？数学不太好，数到10就数不下去了。啊，这个是关键。啊，反正一直就1234567899786543212，反正这样一直数不过10，反正是。好，来接着翻炒。小豆干一定要炸的这种冒泡，滋滋作响的感觉。现场这个氛围给大家看看啊，然后就是有10000来个人在现场吃饭，反正都是工人，卖的就是这么便宜，就是这么实惠。加肉的菜15，不加肉的菜只要8块。这个菜已经超出了他平常操作的时间，已经用时超过了1分钟。好了，这道菜他在下一道菜一定要把时间给追回来了。轻易流水，一气呵成，加油！好，来上小肉丝。下到锅里面，只用猪的左边那条腿的后腿肉，这个是关键。哎，其他的地方绝对不能采用，这是它配的菜的标准。来上一点小辣椒，马上加上一点小花椒，整个过程就是这么完美。好嘞，蒜末，来上一点蚝油，加上一点酱油。这个时候炸好的这个地奶，然后再来上一点料酒，料性十足，烟雾蒙蒙，就是要的这样的感觉。要了。再加上就是放心肥，这个菜立马就可以出锅。好，再加上一点酱油，上一点小颜色，漂亮。好，这个时候来上盐、味精、鸡精，还有白糖。是，加上十三香，这是它炒菜的另外一个关键，一定要有十三香，三香配十四香，这是它的规律。漂亮，15块钱，满满当当的一份。